大家好。高雄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哇，那边还有从杜拜赶过来的，不好意思啊，你们这次飞机是金子做的，我知道啊。好，没有了，先谢谢大家。然后来，那个主持人说他要先讲两句话，不好意思。比较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麦克风拿近一点，今天让你在后面晒那么久。不会不会不会，应该的，我真的怕今天下雨。啊，各位知道哈，雨男这两个字呢，跟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每次出来办活动，其实也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一直叫我雨男，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啊。那好，还好啦，今天没有下雨。可是今天没有下雨，我有一点失望，因为照道理来讲，如果要配合这个十二集的剧情的话呢，哈，啊，这样各位有傲的应该都有了解我的意思啦啊，应该没有还没看的吧？有是不是啊？哎，出去，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对啊，就是啊，配合那个剧情的话，今天如果啊有一点点阴雨的感觉的话，会更有那个气氛，这样是不是？有那个氛围。那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你不是有一句话想，有一些话想跟观众这样说。对，就是因为我们这阵子剧情啊开始有一点精彩啊，不好意思。对，那这个当然归功所有的金光团队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很辛苦。像今天为了要跟大家见面啊，我上个礼拜就开始在赶工作，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时间能够来跟大家见面，然后顺便带几个工作人员出来。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呢那个编剧总监是有到场，是不是？总监是编剧总监人在哪？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要跟他聊一下来生啊？我们请我们编剧总监上海跟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好，我们鼓励。有请我们的金光杀手，好不好？杀手，重量级杀手，听说是相当嫉妒这个情侣，是吧？只要有情侣，他一贯都是看不顺眼的。好，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金光总监啊。那刚才是不是有发给大家一些叉子啊、刀子啊？有没有？等我下台之后过两秒，大家就可以射了，好不好？吓到了，你看。最后，其实我本来是想带一只猫上来的，可是我觉得哈，看过十二集的大家真的不要把矛头指向我。没事。那真的那个真的应该要先看完这位大侠才对啊。啊？为什么？因为是你配的音啊。那个时候我女朋友啊，她在那个房间里面，她根本没有看到片子哦，她听到在那边喊一波升空啊，她里面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我就好想哭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因为她还没看片，我在外面先看嘛。那这个是配音的功力，那所以讲真的，这个是大侠。其实虐大家的人是大侠，不是我。不是不是，真的大家都误会了。你为什么上来之后互踢皮球是怎么样？好像我们刻意双方在抹黑那种感觉，有没有？还有那个拍摄的内容也是大侠，这东西大家拍得太好了，没有了，对，就是让人感觉。说真的啊，那就是除了总监的大纲之外，还有透过我们的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新的编剧叫做某店，我们说某店嘛，对，我们不要指某店。对，经过他的加持之后呢，然后我本身看到剧本，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喜欢的，那所以感同身受之后，也希望能够去导这一场戏，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这样子。那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有，如果有感动到，那我们也算死也值得了啦，是吧？我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件事哈，就是还是要讲一下大侠的丰功伟业。最后一场那个断桥相会，其实并不是出自编剧的手笔，是大侠自己加上去的。我觉得你们在我的表情里面有恨的感觉，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今天到这里解释清楚了，大家都知道说刀叉什么那个啊哈头发什么之类的，待会要招呼在谁身上？那个东西的关系要撇清啊。我大侠那边就好。好那以后那个什么兵器什么的就往这边招呼就好了。尽量射眼睛中间啊。好了，没有啦，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上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剧情啊，当然还是
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铺陈啊之类的，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些耐心，那我们会赶快做调整。如果真的不是那么 OK， 其实像少男本身也常常就是到网络上接受大家的讯息啊跟一些意见，那我们或许往后会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粉丝专页上面，每一集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建议区，那我可能我跟少男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会在固定的时间会上网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能够赶快做改进啊，还是比如说像十二集我们当初跟少男讨论出来还有拍摄好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看自己觉得很开心啊，那很怕出去，因为怕出去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什么鸟啊对，所以就是也是会担心说自己喜欢可但是观众朋友可能不喜欢，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给我们鞭策啊，这样我们才会进步，是不是这样子？没错，真的需要大家的、那個、所以你不要再一意孤行把这些情侣都拆散了、好吗？这我都要讲一下、把我的一部分给我还来啊全在我身上、其实我讲真的啦，当初那一段有没有，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是跟祭奠讲说他太过分了啦，其实真的是他的问题，我一直在拦阻这件事情，但我拦不住他，真的。而且上一次那个是谁？荡神灭跟烈火红梅嘛，那也是他做的啦、关我什么事啊？我是无辜的啦。好毒啊！情侣杀手不是我。哎、祭奠今天有来吗？我祭奠有来没来我不知道，可是莫昌黎来了。奇怪，这讲话好像有一点是。反正没有到场的人，我们就把责任交给他，好不好？总之还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啊，那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金光。那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一件事情，就是十二集绝对不是这一档的高潮，对，绝对不是，后面绝对还有更高潮，就是、还是会死更多人的意思。我可没这样说哦，没有，对，绝对后面还有，相信请大家期待，后面一定有更多的高潮，因为越后面只会越好看而已，请大家相信。好，谢谢我们的董监大人，谢谢他，谢谢他辛苦了，谢谢大家。他这一阵子戒烟，你知道吗？他戒烟他就焦虑。然后前阵子有一阵子比较就是剧情比较低迷，然后就打电话跟总监讨论大概两个多小时呢，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吃零食，然后就说烤烤烤。我说总监你到底怎么了？你是压力很大吗？他说没有啊，我这阵子戒烟啊。我说我跟他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这一阵子戒烟啊？先把剧情写好吧。没有啊，开玩笑，就是很辛苦啦，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有不好的地方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宽容，我们会赶快的改正过来这样子。没有错，我们一定会努力改进。那是欢迎收听的啊。那所以现在是，请问你对十二集有什么感想呢？现在是我主持人还是你主持人啊？没有啦，就是我们在这边还是非常感谢总监编剧总监今天来到我们现场。